望着这个与天相邻的村落的模样，闻着天的气味，仿佛自己就是那个天上派来周游人间的差使。听着风吹动青稞的声音，沉浸在大自然的美妙旋律中，此刻我渴望变成一名指挥家，陶醉在大自然奏出的美妙曲子中。这一排排有着千年历史的二层小房屋，或许他们才是这个村落的主人。静静地守护着这片土地的悠久历史，铸造了这一处美梦般的世外桃源，满足了我们心中对于美好家园的所有幻想。